你就是李一华，哎，请问你是？头发去哪里烫的？衣服去哪里买的？还有包包，是什么品牌的？不好意思啊，请问你这干嘛？没干嘛，只想变得跟你一样。变得跟我一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白中佑最喜欢的女。哎，李一华。 是你啊，一华，我真的要谢谢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会发现，原来好好的爱一个人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情。哎，刚好你们女孩子都在这里。 再过个几天呢，是我跟我女朋友交往满一个月的纪念日。喂，哈，李一华，你好啊，你为什么请贺知启编辑部而去，没有请我去？太可爱了吧！太可爱了吗？对啊，32岁耶。少谦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在跟公司的同事吃饭，忘了告诉你，对不起啊，让你等我了。怎么啦？我是吴小璐，不是张少谦。 你说你要来接我，没关系啦，我自己坐车回去就可以啦。你在讲什么？谁要去接你啊？那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结束再打电话给你。喂，李一华，你少不要跟我鸡同鸭讲哦，你为什么要请我去？好啦，那我晚一点再过去找你哦，先讲哦，拜拜。 电话。喂，喂，哟，你现在哪边了？我们，baby啊，怎么啦？突然打电话给我，啊？你很想我啊？这么巧，我也很想你。谁是你 baby 啊？ 你现在是出柜是不是？啊，这样子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我赶快把饭吃一吃，我就过去载你好不好？你等我一下嘛，等我一下哦，我去载你哦。好，这样子，拜拜。嗯啊。哎，你干嘛跟我 kiss bye 啊？喂。 到哪里啦？有没有看到喜欢的？有没有帮我挑到嘛？有啊有啊。这个啊？好不好？哇，好漂亮啊！很适合他耶。白宗佑，我回来了。倩，你没有经验，可以多问我吧。我爸妈是很有经验啊，像这种人啊，拔刀都不会珍惜的。 怎么了啊？什么怎么了？嗯，哎，你怎么会在我家？王雪芙，不对，你怎么又在我家？人家只想帮你擦背。喂，擦什么背啊？我不需要你帮我擦背啊！哎，你还没有回答问题啊！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啊？你忘了吗？你总是忘记留钥匙给我啊，所以我特别去学了开锁，这样以后就不用爬窗了，我真的聪明。天哪，我要报警！啊！叫警察抓你！不行，不可以。上次因为你的恶作剧，害我被我爸送出国玩，真的好。 什么？
撤出去，你这个叫做私闯民宅。好啦好啦，我不好嘛，不要再提这些不好的事情，我好想你，有一座爆炸。不要不要，等会儿你不走，你不走，好，要去吗？我走。一花，你怎么来了？节目专刊的杂志样板出来了，专程带来给你看一下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还让你看。不会，你就是李一华啊？对，请问你是？我跑去哪里烫的？衣服去哪里买的？还有包包，是什么品牌的？不好意思啊，请问你问这个干嘛？没干嘛，只想变得跟你一样。变得跟我一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白中佑最喜欢的女。哎，一华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新同事。跟我出来，跟我出来。王雪芙，我警告你，你。你那是什么脸啊？你在笑什么啊？没有啊，刚才是你第一次主动牵我的手，哎，我要拍照起来拿来做纪念，上传到脸书上面。你要拍照，等一下再拍。我不管你，我只要你回答我，刚才想对李花做什么？你做什么啊？只是问他头发去哪里染的，然后衣服叫你买，不就这样？是吗？少来。那你是不是还想问他，他家住哪里啊？他回家都走哪一条路啊？嗯。喂，干嘛把我讲得跟跟踪狂一样？你本来就是啊。我不是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不想跟你吵。王雪芙，我警告你，我之前不管你怎么烦我，怎么骚扰我，我都无所谓。但是对李一华就不行，他对我而言很重要。所以我不希望因为我喜欢他你就去缠着他，如果你敢对他怎么样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就真的这么喜欢他？是，我就是这么喜欢他。所以我现在要你答应我，无论如何都不准对他动手，你办得到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不过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吃下这口香糖。嗯，吃口香糖这么简单？嗯，真的假的？辣。啊，多嚼几下。嗯。嫩。嗯。好吃吧？嗯。多咬几下嘛。嗯。差不多了。好。吐出来。吐出来。嗯，吐出来。呸！太棒了，我们多了一个六宝贝。Oh my god！ 哇哇，王雪芙，你不要靠近我，你不要靠近我，你这里那里很不舒服。